Party.然后我们可以选
选颜色宅，我们浅选颜色宅可以选我们的衣服跟鞋子跟包包。我们知道那个指甲油，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，对女生来说，因为就是男生没关系，他们就是OK， 好哦。所以，这个是我第四个提示。每个人知道，女生对衣服、皮包、鞋子很重要。可是。每个人有很多衣服，去排队的时候都没有，有再多衣服也都没有，也不够。所以幸亏在台湾，去买衣服很方便，又方便又便宜。要不然买不起。衣服不变的问题是对，决定这个是很是谁的房子？没有，这个是谁很重要的问题？因为你去排队的时候，你得穿很漂漂亮亮的衣服，你可以用裙子，可以用为什么用彩色？因为我们有一个是，明白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衣服、鞋子跟皮包，你得穿很 combine 啊，对，你得对啊，因为你。穿红色的裙子跟白色不是蓝色的鞋子，绿色的皮包，真的不好看，不行，你用这个不去排队，真的。OK， 化妆。对我们来说，化妆很重要，因为你的脸会改变很大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可以看你自己的脸，然后选什么你得装什么，然后你可以在网络找找你的脸。合适的化妆，然后你可以多少化一点妆，就是化妆以后不一样，比较好看。嗨，这个是第六个仪式。因为你去排队的时候，有的人喜欢喝酒，有的人喜欢喝酒，可是你得保护你的胃，你得保护胃，因为喝酒对身体一点不好。所以你吃七米，多米尼加的七米，对。可是，在台湾睡觉，你应该小笼包，小笼包，睡觉，睡觉，对呀，因为这个保护你的肚子里，所以你可以
己是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说有人喜欢喝酒，你们喜欢喝酒？我不喜欢，这是我的 best choice。很喜欢吗？喜欢。应该很方便吗？说喜欢。好。不得。好。Yes。谢谢。一遍。好吧。所以你做每一个提示以后，你可以去拜拜。好了。我也可以推荐你们你去拜拜的时候，有的女生喜欢穿高跟鞋子的高跟鞋大的这个，可是有的是有的不舒服，因为比较对啊，这个很方便，可是这个很漂亮，所以你喜欢穿高跟鞋子，你可以在你的皮包里倒一双拖鞋子，你所以你排队的时候你不舒服，你可以换，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所以你不舒服没关系呀，换鞋子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在很多地方，很多在台湾，很多，这个是在台湾，都是。不是啊，这个是多米尼加，台湾。然后排队以后，你应该吃饭。对啊，喝水，喝很多水，然后你得把你的化妆妆，对，妆，你得洗你的头发，然后洗澡，洗你的脸，所以你可以比较。睡觉比较好，然后你得好好的休息。对呀、啊，很好好的休息。如果你星期日去拜会，你得回来早一点，因为星期一你可以。所以你们星期日去拜会吗？星期一如果星期一没有可以的话，可以。但是每一个星期一。对啊，所以不行。他们在抱怨。看起来你们有很多的经验。好，我在你的边数也有很多。不是我的宝藏。对啊，谢谢。好，我的问题就是，你们说过，去派对的时候穿的漂漂亮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每天呢？每天呢？没关系。所以为什么？没关系，没有这个人。因为我们每天得上课，得念书，我们不可以去念书，去图书馆不行。但是，我告诉你们，你要去每一个地方要去舒服更好，因为。你不舒服，你不会enjoy 享受你在地方。你们最喜欢的是哪里？在夜店，哪里 ？Baby Team。哪里有外国人？因为你 Baby Team 他去 Baby Team 不要付钱 ，Baby Team 得付钱，我们穿别的。有时候，可是如果你穿Backless。Backless 对，他没有是扣 backless 没漏费，什么漏费，然后就不用付钱。对，星期五漏费的 dress， 星期五，他们知道。不喜欢穿，可是我们不干，他们有款式，哎，这边 dress 他会去哦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去。我来说，我常常去美容院，所以我可以
家，加维尼的，就是在圣，因为在多米尼加，人不该抽烟，不该抽烟，抽烟，所以你排队以后都把不带走。可是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在台湾你可以，你要穿什么你可以穿。对。在多米尼加他们有 dress code， 你应该有 high heels， 还有 dress。所以在多米尼加是一个 fashion city， 你得穿。你们大概都几点去？十一点到一点。对，所以。啊，他们关门不行。明天。节日在的时候，阿姐节日在的时候，明天是下欢很贵，所以他们常常是三点关门。是啊，四点就去，可是那是一千一的夜店，米六的1001夜的夜店开到6点，所以你可以去下一个吗？对，可以啊。可以。我就在 Seven Eleven 休息。我就回家。难怪为什么 Seven Eleven 才开的呢？麦当劳。也可以去麦当劳。对。在等节日开。再去睡觉。所以你们在法国的夜店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吗？对，德国人很多，德国那个外国人，老外很多，老外那是。所以你们没有认识台湾人？对啊，当然，当然。可是台湾人在喝酒。拆开你们，然后没说话。两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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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真的不好，不是因为他们没受他们。什么叫做跳得好，什么叫做跳得不好？阿姨，有一天晚上，一个男生带运动品，去派对，他在里面拉跳拉拉队吗？为什么拉拉队？加油！为什么加油？啦啦队，因为不用球啊，啦啦队不用球就可以跳。跑步不用球啊。哦，在里面不能跑步吧？啊，太多女生穿高跟鞋。他好像跑步就是一个地方跑步。嗯哼。这是他是附近跳舞的。夜店附近的。那男生在夜店认识很多女生吗？大家可以说。I'm just a camera。我不在。所以你们这个星期要去派对吗？不是。然后不是。期末考。期末考。期末考以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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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一天。对啊。星期四马上就。对，马上去。跳以后，可是在泰国我不要排队，我很可怕。参加有。他们 drug me， 然后拿我的 organs。我不要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各位？不是两个，我给我的车真的，我真的很贵，我很贵是什么？贵一个钟头就好了。我也可以两个钟头，一个钟头就好了，因为每一个次我们去排队，我背的别的人赚他们的。哦，你说。因为没那个设备的话，可能我接受你
感到台湾人是感到我的的男生，所以。所以梅娜，你到底认识了德国男生没有？啊？认识德国的男生没有？说真的没呢。